来呢，我们为各位邀请到的第二位的这个演奏嘉宾啊、他平常在这个旅游的节目上面表现得非常出色，而且呢，听说他的小提琴演奏功力啊，也是相当的深厚。去年呢，还在我们的国家音乐厅哦登台演出，到底是谁呢？我们一起来欢迎 Janet 还他的演奏搭档吕超仁老师，掌声欢迎。好，今天呢 Janet 和吕超仁老师要为我们演出四季当中的第一首春。那春一共有三个乐章，我们今天要欣赏的是第一和第二乐章，我们掌声欢迎。